市议员候选人第三号林志宏，他提出了凤山区整治的一个政见，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深度的一个政见，因为我们凤山区跟这个朝光郡流域的整个水系呢，它构成了我们凤山的前世今生。那在这个整个水系的一个整治当中呢，它可以丰富我们的自然环境生态，也可以提供了很多市民休闲，然后也可以带着家庭的成员在这当中呢学习着整个地方的文史特色。而这个富有深度的人文跟绿意还有环境生态的凤山区的这个流域的整治，加上朝光郡水系的一个结合，它可以丰富我们市民呢非常好的一个居住的生活环境品质的改善，因此可以朝向永续这个城乡生活的一种结合，它可以丰富我们市民的一个生活的物质。那因此这个志宏呢所提出的这个政见呢，我乐意的为他高兴呢，因为他深刻的体会也知道了我们市民的一种生活环境品质的需求，也希望因为凤山区的整治带动的利益案串联到我们的生活社区的时候，那提升了我们的文化视野，也提升了我们的生活的永续，还有整个生态环境品质的一个共享。我想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观点，也为市民呢感到高兴。